各位师兄大德，我是小赖，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终身供奉，感恩地藏王菩萨对出轨多年的女人慈悲救度。各位师兄大家好，感谢平台提供的供稿机会。下面我来给大家讲述一下我本人念地藏王菩萨圣号，诵读地藏经，供地藏王菩萨像，拜忏的经历，得到的感应，愿给各位师兄以及准备修地藏法门的朋友们一些信心。以下内容全是我本人亲身经历。我是一个劣迹斑斑的90后已婚已育女人，道德水平低下。事情是这样，在我结婚第3年时候，因为做微商认识了一位男士，平常聊得挺投机，三观比较相合，后在我们认识快1年的时候好上了。这种关系维持了6年，刚开始会觉得对不起老公，后来因为习惯了也就不自责了，并且习以为常。此外我还有其他问题，比如说嫉妒心强，爱生气，易怒，在背后说朋友领导坏话，有虚荣心，爱计较，而且也亏笑，对公婆也是经常使脸色，我对孩子也缺乏耐心，也打也吼叫，致使孩子敏感内向，做什么事喜欢看我的脸色，不自信，对老公一直比较嫌弃，也没有给他做过几次饭，没有当好一个妻子。在2022年，我突发奇想，想去读佛经修心。我网上搜索读哪部经可以修心，我记着当时说金刚经，后面又问读哪部经可以对父母好，有一个回答说地藏经，我就赶紧淘宝请了本回来开始读。刚开始读很吃力，因为篇幅太长了，加之看到谐音的果报，我确实也放不下这个情人，所以决定不读了，想着等以后和他分了或者是退休了再继续读吧，但是心里也决定等下次读的时候一定是我戒掉邪淫的时候。就这样1年过去了，我和他关系持续。在2023年7月份，父亲去世，我开始读地藏经给父亲回向，后面我就直接和他单方面说结束这种错误关系。在8月22日开始按照经书上说的来做，每天念菩萨名号1000遍，除此之外继续每天诵读至少1卷，读一卷的时候比较多，起初读的时候后背发热，头发热，出汗，读经时候也会有大量色邪恶念，很多不好的念头是针对佛菩萨，甚至说去怀疑去谤佛，也影响自己心情，因为对菩萨特别不尊敬，这也不是我本心。后来认识有经验的人才知道这是正常的事，因为佛经是正能量，会对身体里面不好的思想进行挤压，有不好的念头是好事，因为对抗不好念的时候它会显一下，慢慢就好了，现在这种不好的念头比过去好了些，但是还有不少，也许是我业障太重了吧。再接着说供菩萨像的事，10月20日我收到了在淘宝上请的地藏王菩萨像，没有找人开光，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佛像必须开光这一说，直接就供家里了。从这天起，我依然每天至少念1000遍地藏王菩萨圣号，至少1卷地藏经，10斋日读1部。到现在4月，经历了冬天，我没有感冒、发烧、咳嗽过。我体质本身是比较差的，每年冬天必感冒咳嗽，并且不止一次，我还有咽炎，感冒必犯，换季也犯。这个冬天身边很多人得甲流、乙流、支原体肺炎。我平时出门、上班、坐公交车均不戴口罩，就连办公室同处一屋的同事都得甲流、支原体肺炎，我都没事。还有，我的嗓子从小不好，爱发炎，喝水少就会嗓子痛、痒，很难受。这几个月以来，我喝水特别少，同事都发现我不太爱喝水。但嗓子也没发炎过，这事放过去2天嗓子就不行了。再说说我孩子，从幼儿园起每年冬天发烧肺炎，有1年1个月得了2次肺炎，但是这个冬天我孩子没有发烧，感冒咳嗽肺炎。孩子班里因为生病请假孩子挺多的，学校生病的孩子也很多。开春后孩子因为晚上睡觉没盖好被子住凉感冒，但是症状特别轻的，轻微流鼻，并且很快就好了，也没有吃药。12月2日起开始大拜，刚开始20个，
没几天到40个，后来到60个、108个。我本来有腰椎间盘膨出病，不能久站久坐，上班坐一会就要站起来，坐下办公特别煎熬。自从我大败之后，具体几天开始我忘了，但是我记着没过几天，疼痛明显减轻，现在能坐时间比过去长久了不少。经过这一番后，我没有原来爱生气，可以提醒不造口业，没有那么多贪嗔痴。我和老公的关系，公婆的关系都比过去好很多，和老公一次架也没吵过，孩子自信了，勇敢了许多，甚至我过去还有轻生的念头，现在也没了，对生活充满了希望。前一段听一位开天眼的民间高人说，供的神佛像需要开光，不开光那就是一个雕像，就是工艺品，有的人开光了，神佛还不一定会坐落。后来我让他帮我查了一下，结果令我很震惊，他说我家地藏王菩萨已经坐落，但没有开光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没开光菩萨就坐落了，已经来到我家了。我激动得不得了，那天晚上我迟迟无法入睡，流了眼泪。我一个出轨这么多年女人，还堕过胎，品行这么卑劣，曾经以为自己没救了，但地藏王菩萨对我就像特别慈爱的父亲一样，不管你做了什么错事，只要你愿意回家，我依然爱你。写到这里双眼又模糊了，所以决定以后终身供奉地藏王菩萨，学佛修行，报答地藏王菩萨救度之恩，不至不求投稿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小赖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